Hello， 各位晚安，我是博胜。今天博胜要帮各位介绍是我旁边这一台 Corolla Cross 1.8 汽油版的车型，它是属于尊爵版的。尊爵版的哦，那上一代还没有降价之前的价格是94万，目前的价格降下来它是87万9。那我们待会会把差异的地方跟各位讲一下哦。那豪华版跟尊爵版差在哪里？那我们开始帮各位做个说明，有一下差异的地方。好，准备一下。我们在车头的部分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在横栅式的一个饰条上面，它这边有多镀铬的饰条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多一排镀铬的饰条。然后大灯的部分它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豪华版是卤素头灯，那我们现在改成这个是尊爵版的车型。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日行灯哦，灯条式的一个日行灯，它再加我们的 LED 哦，那个百变式的一个头灯，远近灯都是哦，那个 LED 的哦，这是我们车头所看得到的。我们的饰条，还有日行灯的光条，还有我们的头灯哦。那侧面的部分，我们后视镜上面会有盲点侦测，再过来我们底下是有360度的环境，驾驶座、乘客座跟后面还有前面哦，前面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得到它是我们的镜头哦。那待会近距离会给各位看一下它差异的地方。再过我们的仪表板里面的话，它是 12.3 寸的数位仪表板。如果你是豪华版的话，它是7寸萤幕。那尊爵版的话，我们是 12.3 寸。再过我们的尾灯的部分，它不是跟豪华版一样的哦，那个豪华版它是 LED 灯泡的一个尾灯，那我们后面是灯条式的。待会近距离给各位看一下差异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机器了，我们到前面给各位看一下，准备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准备好了，我们接近车子了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前面已经打开了，我们的一个LED 的灯条，加上我们百变式的头灯，百变式的头灯，再加上我们看得到上面这里有镀铬条，可以看到镀铬条，那还有我们 LED 日行灯，然后加上我们 LED 的一个头灯，那底下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我们的360度环境的镜头的部分在这里哦。那这一次也是一样，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保险杆啊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哦，它有一点封闭式的一个水箱护罩哦，对，啊，渐变式的一个保杆设计。好，那我们再过来的话，靠近车子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哈，旁边这边。后视镜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它这里有那个盲点侦测，那底下的话就是我们的镜头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镜头360度的镜头。好，那车上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齁 12.3 寸的数位仪表板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2.3 寸的数位仪表板，好，这个也是我们尊爵跟豪华的差异，好，尊爵跟豪华的差异。好，那再过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好，包括后面的灯条哦，灯条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 LED 灯条的，灯条式的 LED 灯条，旁边也是一样哦。好，这个就是了。好哦，绕一圈给各位看一下哦，这一次改的一个造型非常的漂亮哦，我们的保险杆的部分哦，包括我们的大灯哦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好，那我们把机器架起来跟各位做个总结。好，那我们这边 OK 了，我们做个总结一下。这台车是我们 Corolla Cross 1.8 尊爵版，售价是87万9。如果说各位有喜欢这样的车型的话，麻烦到我们底下留言，或者私底下找一下博胜。那博胜是属于中部汽车文养业所的博胜副理。那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介绍的不错的话，记得再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观众们，麻烦帮我们订阅一下。我们有新的影片上市的话，你有开启小铃铛就会通知你。那对于车子方面的操作方面有不清楚的地方，都可以私底下在我们的底下留言，甚至也可以加一下博胜的 LINE， 那再找博胜。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再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